陈墨白，你犯规了，你气他干什么？我就是想给他展示一下什么叫正确的超车方式。然后有点没控制住。15迈，现在对你速度的要求控制在15迈。上场前我就说了，你违规一次，降一次速。15迈，不是咱们干嘛呢？我故意开这么慢，除了能折磨我之外，在赛场上有什么用啊？是你自己说怎么训练都听我安排的。如果你要是有质疑的话，不愿意服从安排，那你以后可以自己练了。哎，你踢什么？我踢我自己。陈梦白，你违规了，降到12迈。你干什么？不是开慢车吗？我干脆推着走好了，完美符合你心意了。多吃点。老白，你怎么了？你要练就好好练呢，这是东撞西撞的什么意思啊？我给我自己家两个院怎么开怎么开。我先走了，我再做一个全新的计划，明天会晚一点到。哦，那你慢点。沈墨白，明天你好好练。哦。拜拜。